我是陈嘉玲，一个住伫个台北，啊，毋过永远毋是台北人的台南查囝。今年39岁，即世人上高的，就是伫个翕相时阵目睭开开，嘿嘿，就是安尼。江显荣，我第三个男朋友，斗阵四年，住做伙3年多，讲是男女朋友。阮即马较亲像是室友，困做会室友。他体力超好的，一个晚上是可以来7次。我很幸福。陈嘉玲啊，阿伯吼，你若大汉哦，就紧嫁嫁，唔通像恁万哥啊啦，想东想西，想愈多吼，就愈歹嫁。参像查人的争吵，你若七早八早去让困困去，你就会亲像这粒石磕，烂糊糊，无价值。陈嘉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想分手。我是好人，我是爱人，我只是没有公司会栽培我，我也。转行了，我能够做什么？那这阵你无嫁嘛，真多啊！对啦，我若听阿妈的话，早早嫁嫁，安尼公公过一世人就好啦。我是咧关心你呢，我若对恁拢认为我头壳歹去，怎你好对上我？怎你好的工课嘛不爱？我这个年岁嫁袂出去，互恁真见笑。对，我就是无路用的人，互恁失望啊，歹势。